大家好，我是谭卫晨，来自依法半导体电源与能源技术创新中心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基于 STWBC2-HP 和 STLC99 的100瓦笔记本电脑无线充电方案。首先，这是我们的发射板，使用的是 STWBC2-HP 的无线充电 TS 的 SoC 芯片，它是通过 LC 电路发射功率。这个是我们的接收板。使用的是 STWLC99 的无线充电 RS 的接收芯片，它的输出最大可以达到20伏5安100瓦。接收板是通过底下的接收线圈接收 TS 发射的能量。现在我们的 RS 板的输出已经接到了笔记本的充电口，现在笔记本并没有在充电状态。我们把接收板放在 TS 上面就可以进行无线充电，现在 S 板已经启动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升到20伏，然后会给笔记本充电。现在笔记本已显示在充电状态，从 S 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输出情况，包括电压、电流和功率。现在它的输出功率大概是65瓦，然后我们把 RS 从 TS 上移开，就可以停止无线充电。以上就是我们100瓦的笔记本电脑无线充电方案介绍，谢谢大家。